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为什么不卖酒呢？为什么我们真的不能提供酒？哎、这怎么可能呢？你们这组人也太奇怪了。这样的话，抱歉啊，实在对不起。但是我们有别的饮料可以喝。法国没有餐馆不卖酒的，你们不应该这样。算了，不卖酒以后就不会有人来了。再来啊！阿宇，在法国不提供酒精饮料的餐馆可是有自杀倾向的。这些我知道，玉琪，但是我有我的理由，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我能理解你，可是客人们能吗？欢迎过。没有酒啊，老板结账。哎，来了，先生，你一共消费了21法郎。没喝酒也那么贵？那样，少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我来马赛出差，他们告诉我这儿有一家中餐馆的菜做得非常好吃，啊，我想尝尝。所以我打听着走到这门口一看，餐馆的名字叫阿宇，我就进来了。阿宇，你餐馆的菜做的真是好吃极了。真的吗？嗯，谢谢。啊，你稍等一下。嗯。志雄，志雄，那样少尉来了，去打个招呼。来。你好，我是雷亚。你好。你们俩，我适配一下。坐呀。哦。谢谢。不好意思啊，他可能这两天有点累，所以。没事。你过得怎么样啊？看起来不错啊。看起来，你才是不错，非常幸福。我也还好吧，不过好像还没你那么幸福。我退役后就回巴黎了。熊，雷昂先生要走了。不好意思，他可能真的累得睡着了。他一定嫉妒每一个男人。阿宇，这对你来说不是坏事，说明他疯狂的爱你。阿宇，那我就先走了，下次来马赛我一定来看你啊。欢迎你。好吧，那你自己多保重，雷昂。再见。雷昂，志雄。雷昂，既然你已经来到马赛了，我哪有不陪你出去转转再打雷？走，我陪你出去转。志雄，听我说，咱们下次吧，好不好？雷昂先生他有事儿，他下午还要去谈一件事情，所以他不方便。咱们下次吧。啊，怎么说？为什么？他又不是你的上司，你也不是他的太太，你怎么知道他不方便？啊？啊！好了，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可以出去走一走，也挺好。不用了，真的不用了，雷木先生，真的不用了。今天实在对不起，我们对，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呢？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对不起他？难道你跟他也是战友？你要亲自陪他出去转转吗？我们俩一起在伊拉克打过仗，我们出去聊聊战争，出去聊聊那场战争有什么不好吗？志雄，刘洋，我忘不了伊拉克，忘不了。你呢？你能忘得了吗？好吧，兄弟，咱们找个地方坐一坐，聊一聊，把这个事情忘记了吧。为什么要忘？志雄，这忘了你脑子里还能有什么？这忘了你脑子里还能有什么？对不起，列莫先生，对不起，对不起，大喝多了，实在是对不起。你先走吧，先走吧，先走，先走吧。好了，志雄。喂，列莫。好了好了，列莫，别走，列莫。不行，好了，列莫，求你别走。列莫，没事了，没事了，列莫，走吧，来，列莫，来坐下。列莫，别走，列莫，列莫，求你别走。志雄，没事了，没事了。陪我说说话，列莫。我在这儿，我在这儿。跟我说说话，雷莫。啊，好了，兄弟，你想聊什么？我陪你聊。雷莫，已经打完了，没什么可说的。餐厅，我是十三区警察局的二房警官，请问你是庄阿宇女士吗？不是。请您尽快到我们警察局来一趟，接您的丈夫黄志雄先生。哎呀，王子，哎呀，您好，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刚才你们警局有位二房警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让我接我的丈夫黄志雄。二房，哎，有人找你。啊，谢谢。你好，我是二八，您是？我是周阿宇。好，跟我来吧。你认识他吗？我丈夫黄志雄。
哎，忘了，啊，忘了。你认识这位女士吗？她叫什么？周阿玉。她是你什么人？我太太。您可以把她带走了。稍等一下，我丈夫怎么了？为什么要抓她？你问她。嗯，他在公共场所酗酒滋事，还跟赶来制止他的警察发生了肢体冲突。因为他是伊拉克战争的老兵，这次就不处罚他了。再见。志雄，志雄，几点了还不起啊？黄志雄先生为什么会服安眠药自杀？不知道。资料显示，黄志雄先生是位退役军人，参加过海湾战争，他应该很坚强，这种人是不会轻易自杀的。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我听医生说，他还有过一次急救记录，那一次是因为被绳索或者刀划过脖子。请解释一下是怎么发生的。如果我要回答您这样的问题，会涉及我丈夫的隐私，我不想说，对不起。好吧，那就请您讲一下今天您发现黄志雄先生过量服用安眠药的经过吧。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对吗？如果你一直强调个人隐私的话，我只有把你带到警察局进行调查。OK， 你可以随便带我到任何一个。
个地方去调查，但是我现在丈夫在急救，能不能过一会儿再问我问题？可以吗？如果患者出现咽喉痛、胸痛，有咖啡色的呕吐物，要暂时禁食1到2顿。大夫，病人醒了。您还好吗？您喝了大量的酒，还服下了过量的安眠药。我们给您洗了胃，但您还是需要留院继续观察一段时间。您不用担心，我们会照顾您的。好了，护士，推他去病房吧。方太太，听你多嘴。你这样做，你快点说。你这样做对你没好。志雄，志雄，他怎么样了？已经脱离危险了，你放心，他没事的。志雄，哦，对不起，请等一下。黄先生，您可以回答我们的问题吗？可以。您太太拒绝解释您的行为，请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跟他没有关系，是我自己不想活了。不要为难他。谢谢，谢谢。我倒觉得黄志雄是个男人，他是不想伤害你，但是他对自己又一点办法都没有。天底下他最想保护的女人，却是他无意中反复伤害的人，这换做任何一个人都接受不了。阿宇，也许他这么做是一种解脱。你没事吧？你说话呀！你没事吧？你好，他已经离开了，没跟你说吗？我不太清楚，您到服务台去问一下吧。对不起，对不起。Thank you.
雷啊，你还好吗？挺好的。其实我也忘不了那场战争，不过我比较幸运，记住了一些美好的东西。黄先生的战争记忆里可能隐藏了太多可怕的事情，所以他才会借助酒精来麻醉自己。总觉得他就在远远的地方看着我，可能他害怕再次伤害我，所以不愿意露面。但他靠什么生活？他怎么生活下去呢？黄先生是个很伟大的男人，你们的爱情很美好，也很浪漫，他不该放弃。他出走几天了？一个星期了。我有个好朋友，他开了一家私人侦探公司，我想他或许有办法帮你找到黄先生。可是阿宇，你应该想清楚，找到他之后你会有更好的办法吗？我想告诉他我们有孩子了。过了前面这道山梁就到大窑村了。吴主任对这一带很熟啊。我对全县的山山水水多多少少还是了解的，不然我怎么能当招商办的主任呢？啊，你说是不是？我相信相信相信。上回和你来的那个四总，他已经开钻了。啊，他已经开钻了？啊，他还带了个新老板，那一投入就是上百万。嘿，这家伙还能藏得出这么大本事。我们和四总合作得很好，也希望和周总合作愉快哦。啊，四总他是教书的，我是农民粗人，将来有什么地方不周到的，还请谷主任多多担待啊。周总客气了。市场开了没有？几个人呀？会计早就开心。我们先说进去。书记，书记，吴书记，现在你到啥时候来啊？说是10点钟左右吧。哟，这马上就到了。嗯。哎呦，老刘啊，你告诉他们炖肉的，不要炖得太烂，炖得太烂糊了就没有味道了。嗯。吴书记，你放心，我这就去。嗯。你看大羊，看头大也肥，这一堆羊里面，我第一个看的就是他。来，哎呀，看你那熊样，大羊，哎呀，你说你托生一只羊就托生一只羊呗，非要托生的又大又肥，怎么一又大又肥呢？就得先挨刀了。羊啊羊，你莫怪，本是桌上一道菜。没有客来你吃草，客人来了你挨宰。哎，俺书记跟你说话呢，
你说句话先。哎，赶紧去收拾，先生领导马上就到。哎，来走走。哎，帮忙！来来来来，哎呦，你这要弄个这羊还肥着不行。走走走，这来慢些。哎，穆书记。嗯。哦，穆书记。哎，好。好香啊！穆书记，一条的羊肥，味儿好。这只羊啊，命不好，领导不来它不肥。书记，你说话真有意思。有意思？啊？你觉得有意思，这羊可不觉得有意思。啊！快快快，抓紧！知道了。哎呀，穆书记啊！哎呦呦，给你送财神爷来了。来介绍一下，这就是电话里说的周总，周万顺。哎呦，欢迎欢迎欢迎！穆书记在您地盘上，还请您多关照啊。瞧您这话说的，像谷主任这么大官，跟您都是鞍前马后的。我这小书记也就是个小卒子，我没别的本事，就宰了只羊。周总可是我的朋友，也是金县长的朋友。哎，在你的地盘上钻井，你可得配合好哟。哎呦，领导一句话嘛，小卒子只有跑断腿的份儿了。应当的，应当。哎，别站这儿了，屋里去吧。既然来了，我想是不是先到那地方看看去？哎呦，周总啊，事业心很强，一下车啊就要看钻井的地方。嗯，我是恭敬不如从命，咱们现在就去。周总啊，哎，你看这个地方怎么样？哎呀，这地方太好了，太好了。太宽敞了，你看，哎，这个地方啊，不敢说是陕北的油眼，最起码是我们县上的油眼，是吧？你把这个地方签下来，就等着发大财吧。这地方啊，自古以来就是风水宝地，是吧？哎，你看那边老坟营，那是我们大窑村，穆许两大家族的老先人们都在那儿埋着呢，一左一右，一青龙一白虎，据说当年是从西安请的风水先生给看的啊。您再看这边，这当年是一座龙王庙，闹文化大革命时候才给扒了，怪可惜的。哦，老穆啊，这么好的祖坟地你也舍得了啊？我到县里一定给你请功。哎呀呀，这个大海航行靠什么呀？靠舵手啊，招商引资，搞活经济，这领导就是舵手嘛。穆主任，哎，来来，我来我来，哎，好地方。哎呀，周总啊，啊，穆书记今天可是下了血本了。这大窑村我来了好多次，嗯，哪一次来都没有今天这羊肉好啊！我可是沾了你的光喽。谷主任，这是表扬我呢，还是批评我呢？不管是表扬还是批评，只要他记住大窑村还有穆百富，我就知足了。哎哎哎，咱们是自己人，你先给周总道，人家是客人。哦，对对对。哎呀，您是我们领导请来的贵客。是了，行。哎，你看我们村穷的，其他东西都没有，但是这酒啊，我们管饱你喝。哎，这领导带着贵客来了，喝出老命去了。我先走一个。哎呦，有穆书记真干脆啊！我这个人啊，他不会别的，我就会喝酒。哎，谷主任啊，今晚上也别走了，咱们就接着喝。不，我下午还有事情，跟那个打井队的约好了。哎，对对对，哦，是吧？嗯，那周总，对，那周总咱们。中午就把它喝好了。来，周总。哎，好。哎，吃好没喝好？吃好了。这有这么好的羊肉啊，下回我还来。哎呦呦呦，好。哎，嗯，穆书记，哎，周总的事情一定要认真办啊。哎哎，您放心。好，上车。穆书记慢点。哎，我等着您呢。哎，走了啊。好，走了。您是朱先生对吗？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我不是租，租周，租先生不是租是知啊，你也没觉得我拼音，周先生，哎，好的，周先生，我们看了您的护照，您是非法入境的，您没有权利待在法国，我们要把您遣送回去。我也再跟你说一遍，我妹妹在你们巴黎，在法国，我要找她。我们法国政府是不允许非法入境的。问题是我找不着我妹啊！再说来你们这地方很困难，你知道吗？来不了，都不让我来，那我只能用非法入境的办法。我也不愿意非法入境啊。很抱歉，这个理由我们不能接受。要不然咱这么着，你们派人帮我把我妹妹找过来，行不行？咱们对峙一下，你看看我就有一个真妹妹了，行不行？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你们被压着，行不行？请进。您能来一下吗？我们在马赛找到他妹妹了。喂，你好。你好，你是周阿宇女士吗？我是周阿宇，你有什么事儿吗？我这里是法国移民局，你今天晚上来一趟巴黎。有一个非法入境的亚洲人，自称是你哥哥，请你来确认一下。我马上去巴黎，我马上过来。女士，你可以进去了。好的，谢谢。哥。你来了，坐坐，来坐。你，我没事儿，我好得很，他们没打我，也没骂我，也没罚我钱。没问题，什么问题都没有。你怎么长大了跟那个人一模一样，连口气都一样。我怎么能像他呢？我最不想的就是像他，把我眼睛成都给我烧了。啊，我开玩笑的。其实这次来就是他让我来看的你。那个人和我妈还好吗？好，特别好，妈也好，那个人也好，能吃能喝的，还那样。你好吗？挺好的。好就好，好就好。哥，他们说要遣送你回国，这么早就让我回去啊？巴黎还没看着，遣送不挺好的吗？遣送白给飞机票，白吃白喝，白让你坐上十几个小时你就回北京了，然后你再转那边去，多好啊！遣送好，遣送好，不花钱就好。能看着你不挺好的？哥，你别着急，我再想想办法，啊。我不喜欢这个建议。
你这么说可真是，不，你什么也不能说。不不不，真的，你确定？那好，那我再打给你。好的好的，好，拜拜。你好，阿宇，你在哪儿？不会吧，你在巴黎？我看了移民法，可能适合你哥哥目前处境，所有关于移民的法律条文当中，只有现在就申请难民居留权，他才有可能留下来。除此之外，恐怕哪个律师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了。为什么只能申请难民居留啊？因为移民局已经查证了你哥哥非法入境的事实，并且登记在案了。如果你们不提出申请，我想他们将会在最近一两天就把你哥哥遣送回中国。可我是他亲妹妹，他是我直系亲属，我在法国是有居留身份的呀。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你没有固定收入，也没有固定住所，又没有自己的公司，所以以你现在的条件，根本就没有可能被移民局所接受。即使这一切你都有，你的哥哥现在毕竟是非法入境，他也必须先被遣送回中国，然后你才能够根据移民条例按法律程序重新提出申请。这是唯一的途径吗？是的。我先去找移民局的朋友试试看。谢谢。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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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法国移民局同意向你发放难民居留申请表，一共是两份，一份是中文的，另一份是法文的。给你的这份是中文的，请你仔细阅读。阅读完以后，我会帮助你填写法文的表格。写死亡酷刑非人道有辱人，对不起，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讲的这个什么持不同证件啊，受到当局迫害，遭遇不同待遇，还有什么人权受到侵犯，这什么意思？很简单，既然申请的是难民居留，那么你就有义务说清楚你之前有没有因为参加反政府的集会或者是游行，当局限制了你的人身自由，或者是发表了什么对当局不利的言论而遭遇到不公平的待遇，还有诸如人权、自由、财产被无理剥夺等等，这些都可以成为你申请的理由。不，因为这些事儿我身上没发生过。你说这些都，没有。我说的是比如，这样吧，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说法，你反对你们政府的许多错误行为，因此你活得很压抑，很不自由，丧失了基本的人权，所以你不得不逃离自己的祖国，才会要求到法国来寻求避难。这样说你可以接受吗？不是，我没经历过的事儿，你凭什么让我这么说？你这扯淡的，你让我在这捏造呢，我不能这么写。哥，你别着急，有什么事咱慢慢说啊。这并不是捏造，因为据我所知，你的眼镜店被一场大火给烧光了。作为一名合法的纳税人，政府不但不给你发放财产保险金、生活救济金，还让你独自承担你的债务，这就是你受害的事实。我跟您这么说啊，说我这个眼镜城着火呀，我爸他好心呢给我修这个电插头，他不是故意的。其次，这个为什么说保险公司不给我保钱？人家凭什么给我保？我没有投保，人家为什么给我保？其三，我欠的债是我个人欠的，跟政府没有一点关系，你不能让我瞎写在这儿。你刚才所告诉我的这一切，你可以选择不写到表格里面，我们只写发生的事实，恐怕你必须这么做。那就说你们让我写的实际上是一个你们觉得是事实的事实。没错，你穿越了整个欧洲才跑到这里来，不就是要想方设法留在法国吗？如果你想留在法国，就需要对你有利的事实，明白吗？
回中国的飞机几点？上午十点。警车会穿过巴黎市区吗？会的。